好，大家好，又系我 Coach 灰啦。嗱，上次讲过啦，运球系咪？今日 crossover， 好啦 ，crossover， 大家有冇研究过点样 crossover？ 好简单 ，crossover 右手交左手 ，OK crossover，OK、okay。但系你想讲咧，我哋一般嘅插翻 between the leg， 系咪？其实好简单嘅啫。拍波，拍波嗱，记住啊，上次讲过啊，用力卸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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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運球咧係一個雙手動作嚟嘅，尤其 crossover， 用力卸力，用力卸力，用力卸力 ，OK， 用力卸力，用力卸力，記住呢樣嘢，我哋係一個 swing， 好似千秋咁嘅 ，OK，crossover 就係插拍拍拍到右手攬前一步拍拍拍，好簡單嘅，咁就係 crossover， 但係咁樣咧觀賞性質。我哋要過到人嘅，好，召喚阿豪出嚟啦！好，鏡頭一轉啦，我哋又見到阿豪啦。OK， 又係做我對手啦。OK， 幾好啊！好，第一樣嘢，我哋 crossover 過人，點樣過人呢？第一，首先睇咗防守者，守你左邊定右邊 ？OK， 嗱，佢而家呢個架勢咧，就係俾我去右手。即是他 ready 的地方呢是这个方向。是不是好了我们一般我一般要过这个人一定是 reverse side, 一定是这边就真正过到他了。但是怎样可以在这里过他呢 ?OK, 记住通常这类型的球员或者本身摆开了侧边的球员他已经 suppose 你会去哪一边。我個人經驗而已，我第一會順佢意嘅，我會話俾佢聽，冇錯，你估啱，係啦，括弧實情你估錯，明白未？係字幕跳出嚟噶啦，括弧你估錯 ，OK， 就係點咧？就係我真係去嗰邊嘅，真係去嗰邊先，然後再 cross 好佢，再睇下佢功夫就叻啊，中咗啱佢。即是这样插插 go OK good 明唔明白 cross cross 话俾佢听睇下佢反应 OK 第二嗱原来佢你试咗佢一球啊哇反应都几快喎咁你会点呢咁我通常会用另一个方法啦就是调转个諗法以为佢一个好假的假动作 ,OK, 好假的假动作然后转做一个好真的假动作等他以为、哦、我 get 到你的时候我再用这边的假动作好复杂吧右左右 ,OK, 假的真的明唔明白再看一次第一 你明显看到第一个动作呢慢啲，假等佢估到。第二下呢一下 shake， 令佢呆一呆，然后就走啦。再嚟多次 ，OK， 假嘅。哎呀，如果我梗系咁傻咧，梗系知道你去翻嗰边啦。OK， 所以记住你要做到一样嘢就系假嘅真嘅。好，认真讲 ，OK。在一个 crossover 入面假设这个对手正面的你要记住我是用一个假动作不是避开它记住千祈不要避开它你要有个想法就是要将你的防守者呃开它我在这里走过记住这个重点你是要将你的防守呃开它一般 crossover 做得不好的就是向前做当你向前做个假动作的时候呢他不会呃开他的明白我们调转向环做嗱见到啊他即刻会摔一摔呢他就呆了的明白吗是的记住一样东西假设 我自己以前呢很喜欢用这个的 Alan Iverson 的 crossover OK 插 OK 我们冲埋去抹布只脚然后向环 shake 记住 shake OK shake 然后就过
再嚟睇一次 ，OK， 拍 shake， 可以隨時 take 對 J 嘅 ，OK， 再嚟拍 shake 過埋去。嗱，我再做一次，第一，我哋係拍個波 shake， 向環 shake， 拎起你隻左腳 shake， go， OK， 將呢個人記住壓過去。One, two, four, up. 未明白？嗱，我握佢唔開入得個 ，really good deal. OK， 再嚟多次，記住，當你做好 shake 嘅時候 ，shake 隨時可以射埋波嘅。OK， 我哋再做一次，記住插 cross， 壓向呢邊，壓完過嚟 ，cross over 翻過嚟。OK， 再嚟，如果記住一樣嘢，記住打環，未明白？當打環嘅時候。你先真正是可以壓開一個人，明唔明白？記住，我哋喺 crossover 入邊唔係個波喐 ，OK， 調轉，係個人喐，明唔明白？絕對係個人喐，唔係個波喐 ，OK。好啦，今日一個好簡單嘅概念講 crossover， 記住 crossover 重點一，唔好向前。不是向前做動作，我們是握開的人才向前過的。第二，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記住，不是波動，人動。當人動的時候，你才真正很容易去過到一個人。明白沒有？ OK， 下次遲些，等我隻腳好些，我再教你一些簡單些，一下就過到這個對手。OK，今日 good 啲啊！但我識射波。今日完。